姆巴佩，我已经 100% 没事了。训练受伤这种事常会发生。虎扑6月14日讯，法国球星姆巴佩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表示，自己目前已经 100% 恢复了。姆巴佩此前在队内训练时和队友拉米撞在一起，这也让他中途便中断了训练。不过他表示，自己目前已经 100% 没事了，我已经没事了，100% 没事了，我希望继续训练，继续发挥自己的水平。在训练中受伤是常会发生的事情，过去会发生，现在在发生，未来也有可能继续发生。姆巴佩说。编辑：姚凡。